轻易走地忙，我有大家闺秀弟呀，只是他慌慌张张少转转。新媳妇看样子刚刚成亲没多长，这女子容貌时尚真少见，是天下少有的美娇娘，山东省台儿庄，吉林辽宁黑龙江，山山二西加甘肃，甘回河南石家庄，上海天津保定府，那个乌鲁木齐大新疆，内蒙外蒙加青海，四川重庆到浙江，云贵两省加两广，那个湖南湖北玉树杭，广州三亚海南岛，澳门台湾到香港，世上女子我见多少，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能配上。左手拿着千张纸，右手拿着三炷香，男女有别不一样，我躲在一旁看端详，我看端详。看样子他成亲不久，来在这庙里干啥嘞？待我躲藏起来看个明白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